那走吧，陪你去做美甲。我想要想，明天就要上班了，还是陪你去上网吧，或者打篮球也行。不行，我昨天答应你的，我说了是要做的。美甲什么时候可以做吗？哎呀，你先必须听我的。我知道一个很公平的办法。什么办法 ？Rock paper scissors， 谁赢了就听谁的。好，来来来，石头剪刀布。嘿，我赢了。你耍赖你。没说不可以变啊。可以陪你去看。好了，老师。需要你在，他站在地球的另一边看月亮，他躺在巴黎的海滩晒太阳，就是如跨过大海，越过山脉，谁也只能向往。那如果我在地球另一端怎么办？我一个爱看你打篮球的女朋友是什么体验？冒失球来了啊！快来衣服上场这个帽子。哎，你说我刚刚那个干拔三分帅不帅？干拔三分，特别帅。哦哟，你知不知道什么是干拔？你觉得特别帅？啊、那你说我帅？那球进了就是帅。哦哟，是我真的觉得你是我的那个脑残粉。啊？帽子看书呢，好看吗？好看。哦不不不，那不必了。哎，你现在忙吗？不忙了，怎么了？哎，不忙就行，不忙就行。这什么话呀？说完了，欺负我 Tom Stay。讨厌，居然被你看出来了。你们陪我看场球赛吗？可以啊。哎，带翻译的那种，因为那球赛是全英文直播。没问题，好吗？帽子还说什么？波普尝试投球，但没进。卡鲁索拿球给库兹马，然后进了，得了两分。说这么多渴不渴？不渴，才怪！你快看啊，还没完呢。来，早就给你准备好有元气森林乳茶，还是新出的迪士尼限定版。嗯，真的好喝呢。好喝吧，这瓶热量还不到一个半苹果呢，而且这次联名款还有盲盒，来拆开看看。哇哦，高飞，嘿，可爱吧。哎，你这不是有中文呢？啊，哎呀，我觉得你的声音好听一点的嘛。那我去打篮球。为什么？因为我觉得你打篮球帅一点。心里都是我直接开枪哦。等一下，蓝精灵、红海还是金毛狮王，你更喜欢谁？蓝精灵啊。物极必反，开必是金毛狮王。开这个普通款球鞋，这个联名款球鞋，这个全球限量款球鞋，你知道开什么了吧？哦，来跟我读破铜烂铁，破铜烂铁，你觉得它能值钱吗？这最后一个啊？对啊，最后一个，来吧。蓝色大海的传说，哈，宝贝，你手机也太差了吧？我的就是概率问题啊。It's all about probability。你想啊，看红色箱子的概率是1%，如果我们连开100个话，我们就63%的概率开了红的。你怎么算的？快看！这是成都暗环的边边。哼，欢迎来到我世界，我娇贵的小公主。